現代女性基本上是很獨立同埋又很有堅毅的能力，女性的地位啊，甚至乎是能力啊，大家對於工作上面的尊重可能都去到是等同於男性。即啱啱出嚟嘅時候，要鋪薄曬要俾大家認識嘅時候，最難受就係真係有人喺條街度經過，真係會指住你鬧。而家會識即係點樣去睇批評嘅聲音，即係唔開心嘅時候，咁都會話俾自己聽，即係所有嘢都唔係淨係得好嗰面。咁如果淨係得好嘅話，個人唔會進步嘛。我覺得有聲音都係好事嚟，即係至少我喺廿九街嘅時候，好多唔同嘅人，佢話俾我聽嗰個感覺係乜嘢。咁我可以去睇翻自己，即系譬如珠宝啊，即系钻石、首饰呢啲，我觉得即系好似酒咁，即系有时系越摆得耐越有味道咯。譬如我身边嘅亲戚啊，或者我爸爸啊，佢哋好中意储一啲手表。我有问过佢哋啊，点解你想揾一啲有历史性嘅表咧？佢哋话唔知咯，感觉上好似佢好有故事喺入边。女人都是啱啱20岁出咗嚟做嘢几年啦，我觉得是经历越耐嘅时间，接触唔同嘅人，经历咗唔同嘅事，越有自己嘅味道咯，知道自己想要啲乜。